那是什么玩具？一亿的挖土车都是泥土了，它被淹没了。是因为我要把它变成一个饭。它被泥沙淹没了。呀，要把它埋起来啦。小关，你有玩过 Tony Maker 吗？ Tony Maker 是那个摩车，它会变成机器人。对啊，它车子碰到那个 Tony Maker， 砰就变机器人。改天你再来我们家，我们再拿给你看。一德德有很多摩车。我已经先换了。玩沙很好玩耶。你们有玩过沙吗？没有。哇，这一个城堡。被我夹起来了。对呀，被你夹起来。我要变成百米怪。我要不要在家了。两台小黄瓜，大概。